25号，居民恐遭就投诉墙身出现不少裂痕，仲不时有碎砖跌落嚟。当局就话栋楼喺台风之中受损，旧年检查之后被列为 C 级危楼，需要进行加固，但系仲未决定系咪安排居民搬走，栋楼就倒冧。当地政府承诺会全面安排讲 C 级咧，因为我以前讲我父亲个年代系 C 货超准。日本政府安排讲 C 级嘅人咧，就背脊就民主。利用民族情绪滋扰我哋华人民嘅低等马狗，同当年嘅日本条马一样，背脊民主自己得个样度。对于中国或者东海防空识别区，蓝皮书就批评。